你还在拍摄吗？啊，那就好。小玉在你身边吗？嗯，那你要注意安全，门窗一定要关。是我，你还好吗？你在吗？谢天谢地，你没事就好。电话突然就掉线了，接着又是巨声又是尖叫，我能不赶来吗？所以不要再骂我了，嗯？不对，能看到你一开门就吹胡子瞪眼的骂我，我觉得真好。你衣服也蹭湿了。给我一条毛巾吧，我擦擦就好。你脸红了吗？你大概没发现吧？每次你一想狡辩抵赖，就开始语无伦次了，就像刚才这样。而且我还想告诉你，我在你面前呢，从来都是唯心主义。好了，我听你的，我去冲个澡。反正什么都看不见，我门就不关了，免得你一个人在外面害怕。你在说什么呢？哼，等我洗完再好好审问你。反正我们有一整夜的时间。